我是 Kiwi 姐姐。小朋友，防疫期间除了勤洗手、乖乖待在家，出门时戴好口罩，记得多吃蔬菜水果，不挑食，睡眠充足才能增加抵抗力。谢谢辛苦的检疫医护人员默默的保护我们。 TOTV 和你一起做个防疫小尖兵。